在离开我，我求你。我不离开，我再也不要离开你了。我千辛万苦才找到你，我再也不要离开你了。吴英，大寒，对不起，大寒。哎，慢着，今天是我们的相认之日，就当图个吉利，就把它当做是我们的吉祥物吧。小心烫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不行，这是要去攻打林丹吗？我原本计划进去大明边境，顺道收复察哈尔余部，如今不妨考虑攻打林丹。皇太极，你是心怀天下之人，一切应该以大金的利益为主，切不要因为我而妄加冲动。你真是一点也没变，还是那个傻傻的笨女人。我哪里笨了？好好好，不笨不笨，是很笨。有人，我一定要将你明媒争取，成为我爱新觉罗皇太极真正的妻子。哦，启禀大汗，大贝勒求见。戴善，见过大汗。大贝勒无需多礼。大贝勒，有什么事吗？在军中听闻，大汗遇刺，特地来看看。看见大汗无恙，戴善便放心了。
刺客却有一只，不过已经被我擒住了。嗯，在上告辞。此时攻打是最好的时机，给大卫了请安。十四叔、十五叔也在，豪哥给两位额西克请安。豪哥，在我们这儿便不必多礼了，有什么事儿快说吧。大贝勒，咱们在纳里特河滞留也有好几日了，再这样下去，大好时机不是要贻误殆尽了吗？我正在跟你两位额西克商讨此事。最奇怪的是我韩阿玛，整日卧在帐中不理军务，我以为他身体抱恙，今日特去请安，谁知竟被赶了出来。大贝勒，你可知道我韩阿玛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吗？我们的计划本是绕到山海关，趁明军不备由西北方攻入，再这样拖下去，只怕明军会察觉我们的行动。大贝勒，不如我与您一起去向大汗谏言。也只能这样了。青青子佩，悠悠我思，纵我不往，子宁不来。桃兮踏兮，在城阙兮，一日不见如三月兮。